咱先把饭给吃完，它是预定的，不急不急。你好，闪送，请问咱这是十点？在楼下等你。您不下的十点半的预订单吗？现在几点了？现在9:30。不可能，他肯定下错了。啊，您是现在就要寄吗？现在就寄，他肯定下错了，9:30。他是预订单，我吃了个饭。哎呀，他这个下错了，还叫我赶紧楼下等你，他说你马上就到了。这上写的10:30。他看错了。啊，那我尽快啊，我。那你现在在哪啊？我现在就距离您1.5公里，在便利蜂里吃饭呢。哦，我马上，我尽快。快点，因为我这孩子还在那边呢。行，那我现在就收拾过去，拜拜。好，谢谢，拜拜，哎。在等我呢，收。刚嗦上2口面，垃圾丢了，豆浆支不出我呀，还好我这个东西好装，看看，咱一装上来就走，带着咱们的茶叶蛋还有包子走了。这不是侏罗纪公园那个电影里的小蓝吗？旋转木马30块钱40分钟。你好，闪送。对，闪送的，您送的什么东西啊？一个笔记本电脑。行，发给我。他这下错单子了。我跟他说了，你说这。稍等啊。哎，他急着要，你想我拿。他急着要，看，结果下了一个10:30。那他还是不着急。他着急啊！他着急，他说你在哪？我从那边赶过来的。啊，我马上就过去，对吧？0432好像。稍等啊，我试一下0432，可以了。好了，那麻烦你啊。行，拜拜，这就可以了。17.9公里，骑行导航开始，从当前位置向东出发。咱们从进来的地方需要出到马路边。我从哪里来？我从这里来。哎，不是的。啊，我从哪来的？我哪儿了？忘了从哪里来了。小鹿美团啊，怎么还录像呢？为什么开个会还要录像？好吧，这俩人迟到了。你好，麻烦问一下，我要去 B 座在哪呀？这个，谢谢。你好，闪送，我现在到 B 座了。啊，您到了吗？啊。我在大厅这儿等着呢，您是在大厅吗？这马上走到旋转门，正往前走呢。哎，好，在旋转门里边。哎，行，这就进啊。哎，咱们进去吧，进来吧。你在桌子上看一下这个呀，咱们在这儿，你打开看一眼，因为它就这么一个包装，我是一路上给它放腿上给抱过来的，那样稳一点。嗯，我也看不住吧，来给您。好，谢谢啊，没问题。1550可以是吧？1550，哎，可以了，走了啊。新的服装验证未完成。小奶牛现在吃的越来越胖，我每次给它揣在兜里，它都追着我的裤裤往下掉呢。嗯，天天给你洗脸，能不能注意点仪容仪表？咱们是注意形象的人。上。一个所谓的阴，哎呦。阴不了了，走了，我刚说找阴凉地方把饭给炫了，炫不了一点。兄弟姐妹们，骑行导航开始，从当前位置向北出发。